不对，你要站这么近呢、啊，我，你看我用不到，我都用不到，因为你输了啊，人家我又用不到，你都用手偷懒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还没用到，你就用手在那里拉，因为你犯规啊。你才犯规。因为你放一个屁呀、你看他撞谁？怎么他会？他睡觉了啦。睡着了。要怎么让他站起来呢？要怎么站起来？man，我要他飞起来了。捣蛋鬼来捣蛋！我们给说捣蛋鬼别捣蛋。耶，我赢了，因为你一直偷看电视，你没有在玩。因为你一直偷看电视啊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用手。我这个绳子不会断掉啊。哇，你自己拉的啊，这是你啊。好了。因为你一直在看电视啊。我想要玩啊。你要先去洗，你要先去洗澡再来玩啊。